厂商特别邀请我们这群玩家来给他们好好的介绍一下。简单来说，就是有个新的 BOSS、新的主线、新的枪、新的角色。啊，终于可以不用耍白痴。你可以继续耍白痴啊！我要来去尿个尿。浆果重生。来喽！变了。来看看新角色，企鹅，是一只企鹅。组队啊，组队一下啊！你们组队一下，组队实况按一下。组队实况是要去哪里按？看一下。组队实况哦，我看看啊，我找一下啊，应该在最后那里吧，在那个后台那里有一个开始组队实况，按下去。新角怎么解锁啊？600块，有没有600块？哦，那你要被升鸟人。凑合好了。组队实况。第二定义600聘哦。600聘？怎么看？600聘？看一下，130而已啊。你怎么那么高等？你是偷玩？因为我都没死。是吗？哎呀！你自己看，死最多的就最低等，可怜。不可能，不可能。你就知道你玩这个有多混。68等。没有。哦，我这是按了没呢？我其实不太确定哦。看一下，这样有组队实况了吗？有，我看到除了定义以外都进来。定义按一下啊。我搞，我会等你们搞好。啊，就缺你了。好，我找一下。我也想看一下定义那个画面。嗯，一定要看一下定义的画面。不会再用那个拍那个荧幕，太白痴。他现在就是用视讯，然后拍自己的电脑的荧幕。你现在没有在拍那个荧幕了。对，我真的只有肯德基可以看。要去哪里看？你们刚刚去哪里？那个仪表板里吧。仪表板有个开始组队实况。你按那个左边那个什么实况，第一个什么实况工具啊，然后右边的、啊。
哦。然后按接受，你在邀请那边按接受。我感觉你有障碍是不是？嗯，我感觉你看一下我画面。又有什么障碍？开啊开啊！有了，那个，左边，内容看看，啊、哦，右边的加号了、嗯，右边的加号了，右边加号，然后开始组队实况，粉红色的，哦，这个，没错，然后按下去，确定。哦，哦，我这个功能其实不要啊，也很久没有用了。动了，其实好像开很久。哎呀，出发了！这好，很恐怖啊！你们这个屏怎么那么恐怖啊？搞个，搞个画面。看大凯跟丁义的聘很高哎、欸，丁义还会到400多，我600嘞，哦，哦大凯，哦大凯还要大你，大你一倍，1000，哇大凯，你大我10倍啊，我怎么这样，回来了170，哦，开始吧大凯，哦是我，红蓝，go， 我再大你1亿耶。都没有人玩新角，我860嘞。我再大你1亿啊，别担心啊。哇，这手感好不一样啊，跟我那个散弹枪差好多。需要我看一下。紫灵之光。万道。哦，这把 MP5 丁宇丢点子弹，丁宇丢子弹，可以吧？哦，借一枪丢啊！没弹，哎，声音有一点点的延迟，调一下。你要机枪啊？怎么有机枪的声音啊？瞳孔连射，没听过。我放技能来的、啊，哦，一是法拉，哦，一是技能 ，Q 跟一吧。哦，想想，他有一个那个，他有改版呐、啊。那我要改一下，不然到时候玩僵尸会一直按到。我连射了，哎，对我死了，哎，对啊，听你已经没了，不是，挺突然的，我只能说挺突然的。哇、啊，要救吗？你赶快跑、哦，你要跑要，要不救一下吧？你赶快跑、哦，救一下救。哦，四川，我不是救你了吗？哦，啊，你怎么又死了？哎，又说了，怎么又死了？哎。不是、啊、我ping很高，我ping很高，真的。你们已经在打了吗？哦，大凯，我还在外面。哎，换人开炮。我还在外面，我还在外面。我还在这里听机枪的扫射，你知道？大凯，你开，大凯，你开。原来大凯连进都没进了。因为你们已经开打了。原来我们已经开始了。我那是很激烈，我刚刚那里激烈的很啊。真奇怪、啊，你管这样没听过吗？对啊，大海是队长嘛？哦，阿爸，你队长给我。刚刚是不是因为你是队长的关系？我离开了给你，我带自己去。啊，怎么送我一个了？你喵你是是！重开，重开，重开！大海，你邀，大海你邀。我邀？你说我来邀进来啊？嗯。你开房，你开房。看一下啊、哦，日试炼。哦，哎呀，好像不能该点这个。哦，
等一下，施主在哪里？可以返还啊！阿布，你按那个左上角有一个那个组队编号啊。左上角。哎，你们都跳了？你们都刚离开，你直接邀请了。嗯。低弹夹音效。有了。有了。有了。加入。哦，换我一，换我开始爆聘哦。哦哦，亚德接近一七三千，哇！大凯，你网络有问题啊！你网络有问题啊！谁能大我？谁能大我？放给你看看。给接近的话，定义就是1200聘呢。有一个人连连接中，大凯进不来。换一个网络，换手机了吗？啊。那对我也很哦，手机网络啊，手机网络可能就不能开了呀。你手机网络不能开台吗？阿凡白痴，不行啊，感觉他跟所有人冲线。没有，我看起来是最稳的哦，我不管进谁的，我都是最低的哦。换你开，你要他们？我来，我跟你说我来，我进谁的我都是最低的，那就代表我的线路是最稳的。我是零聘哦，欸、我刚零聘哦。欸、你零聘不是等于你根本没有连进来吗？我零聘哦。哦，大凯88。哦，我看起来很稳哦。绿色。88哦。哦，34，有没有？一看就是我最稳的吧？哎、就是丁义在搞，走啦。好，开！给我什么资金？我没开过房。出发吧，大凯！来，你左右开，又开始了。我很还好吧，我一百聘左右，还行。这游戏一百聘左右，其实也没差。当然的，哎，不能 shift 跑步的感觉，好奇怪。大河马。哈，临近，挥！拿我大河马是吧？丁一，没子弹了，分一点。啊？哎 ，shift 是可以闪攻。烈焰弹丸。有隐藏门呢，藏宝室。哎，藏宝室，哪有藏宝室？哎，你们大河马是谁拿的？我想要大河马。大河马很爽。我想要两手大河马。他这个怎么可以这么硬？武器不是有技能吗？武器的技能是怎么出来的？是按右，不是按那个右键吗？我这把没有。不能快挂。又要像上一场那样了。你上一场知道你挂了吗？你上一场那个起来又挂了，很痛。我只能说有怪所在。哦，还有一只。这是什么？树海标。单次损失超过20%，重置所有技能，大便。大河马怎么用啊？投币攻击呢？每次射击会付钱出去的。很强哎、欸，大海那个很强。那个我觉得是神卡。啊，神卡！我的弹药转。哇，一直按，这先一直按一捡东西。那我也一直按一捡东西、欸。手练枪手，这什么？鸡啊！冤！二手也不知道会有流。耶，安妮！耶。哎，第二这个游戏要怎么蹲下？游戏不能蹲吧？蹲吗？
我的狗蹲不下来。丁义，蹲下。滚滚滚！原来他灵性啊，还是你的大头嘛？灵性给我嘛，灵性给我嘛，不然我给你换嘛。啊，你大头嘛给我。啊，在哪里？灵剑好难用，哭啊！又有隐藏门，这个，我先走了。哦，藏门在哪？大河马，快死了！哎，不痛不痛啊！进入藏宝室啊！哦，你们都在藏宝室啊！这种吸收死人的。哦，我怎么停住了？哦、我也停住了，我一直在装子弹哎、欸。哦，我在外面一个人打很多人哦。主机怎么回事啊？我在外面打很多人哦。主机呢？主机没啦。主机没啊，连主机连游戏都没啊。主机跑哪去了？这个最离谱。再要一次、哦還是，我游戏突然反对了。我已经突然反退了。哦，好，你最近游戏都很常闪退。啊，这游戏好像很怪哎。啊，我的狗狗又饿。哦，我刚枪那么好。我觉得你电脑是真的有问题。对啊，不然你以为我那打僵尸闪退都是演的？没有，那都是真的。还是没有再演的。图案打到一半，游戏就没。他是整个就什么都没写就消失了。有啊，他有写一个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我也没看到，因为我刚刚还在射飞镖，突然就没了。这么扯、哦？嗯。你切输入法看看。哦，驴驴丁，哦，这把是什么？弓箭，新枪哎、欸！对，这挑战我觉得滑鼠好快。鸟 ，A 十二，嘿嘿，算 A 十二哎。哦，这个有好用吗？好像也没有到 A 十二，塔口的感觉。这个也太痒了吧！这怎么枪？我这个一枪239哎！哇、哦，跟鬼一样！那我没弹药了。哎、欸，没弹药怎么打了？好，拿它最基本操作。极光古石。还是你把子弹丢出来。你用拳头啊，拳王模式啊。藏宝室哦！啊，后面的。对哦，还可以砍巴拉，各位记得丢哎。哇，终于有子弹了！哦，这枪怎么可以这么废？爆血喽！按 V 可以死亡标记，不需要吧？玩这款还需要标记？是什么？无甲魔镜哇！哦，你钱越多打得越痛哦！传说，这能力透支到你啥？无情连结。那我来拿个大河马好了。你要大河马、哦？我大河马加这个无情连击。丢手雷，直接丢两颗出来。好啊！滚！呀！呀！呀！哎！有宝箱哎、欸！我187块一个秘卷，
得到了鸵鸟战士，移动速度加50%，冲刺冷却加300，哇！大凯，你倒霉了！哎，怪很凶哎，赵信哎，真的是赵信哎，他一刀人没了，你是满血吗？我应该也是有70%血的，把我直接剁了。哦，好难按这个哦，所以是按错。那、啊、我交出179块，你会按住一吗？对啊，我要捡东西，我都要按一。骑士来喽！突然发现他海猎鸵鸟骑士哦，回避要超久。鸵鸟，炸死炸死，直接炸死！怪怎么那么硬啊？哇！打头啦，打头！我的枪太废，还中锁头啊！你就是平常不打头。哎、欸，有藏宝室，藏宝室。硬了。哎、欸、对。哎、欸，你打头一下可以打多少啊？400多吧。可是我延迟有点严重，我网络好像有点怪怪的。都是这，血越少越硬哦。很击败哦，精英杀手哎，杀首领会加伤害。大兵卡，耶呀呀！有人玩雷电吗？我，我雷电狂热哎，怎么样？就狂热刚开始拿哈，精灵长弓。这两个武器装死也太废了，一手是要蓄力的散弹，一手是要放技能的枪。什么？你要不要这一把、啊？极光捕食。极光捕食，不要吧，不要给我吧。你杀楚人也是故意的。你给我大河马。我没有大河马。那你有什么？我这把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刚才捡到的。哦，够了。哦，哎、欸，啊，我子弹呢？宝箱，宝箱。哇、哦，这个怎么那么高？哎、欸，第一朵没了。我。好像打到旁边箱子把自己炸死，那你是天才四星者，很怪哦，这个好玩耶、欸、这个赞啦、啊、我又死了耶、欸、听又没人哎、欸、四者救一下哦哦我想一下啊这种回血真的会爆是不是这里可以买回血的、哦、这个怎么可以这么爽哎、欸，冲！是小甲虫啊！冲！哎、欸，我被虫咬死了，救一下吧！小甲哇，我也被虫咬死了、欸，而且我在这个位置，尴尬、啊。哎，大海输出一下，倒地输出一下。倒地不能输出，只能拔、啊。你再输出一下。我靠近我！啊！我往救护车一样，哎、欸，我被暗杀了，我被暗杀了，我完全不知道谁在打我。你呢？哎呀，我如果直接按是什么效果、啊？直接按好废哦，他这把枪的右键好强哦。完了，我走在一个钢铁人来喽！什么东西？哦，怎么又有虫？你怎么又没了？啊，有虫，很多虫啊！你们小心啊！虫很双翅，双翅、啊，真的都不会看到那虫，突然跑出来，哇！那突然把你秒杀、欸，哎！暗之奥义元素，
那叫五趴。还请传送门。没什么，每次换弹随机一个元素加五十。非元素啊！我都能两只手，真正的钢铁人。武器伤害直接翻倍。哎，你们没有手套？你们有没有看到手套？藏宝室，藏宝室。手套。哦，这是第一点伤害。救命啊！哎，有人倒了。啊，有人已经进去了。哦，定义是符咒哦。没错，哎，很痛，很痛。嘿，快拿，快拿！哦，里面很激烈，里面很激烈，前来报道。我想有一个是非常的激烈啊！哎，对，无情开炸，不拉，棒棒棒！啊，什么？太危险了，这些工兵。没子弹了，帮拉一下吧。你一边丢一下子弹吧。难打，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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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打。我很忙，我很忙。完啦！他们呐。哦！自爆怪啊！不要靠近我！啊！他要自爆！我忘记，我忘记这可以武器了。完了！哎，是你了，走位，走位！救我！救我！你救我！我快死了！救啊！救！哇！救！救了一个大 JJ， 无敌的吗？我想办法，我想办法。无敌的干！阿姨，这也需要阿姨吗 ？Remake， 啊，太痛了！怎么会这样？啊怎么这样？哎、欸，不是，我虽然ping很低，但是我会很飘、欸。哎，我开一次看看。啊，不然你开啊，你开啊，啊不，我把队长给你就好了。队长给了会有变吗？同邀请。快呐！你34聘，丁义刚刚是多少？100聘左右。啊，我100聘。2000。先讲。啊，大凯嘞，大凯嘞。对啊，重聘。我究竟能不能进券呢、啊？不行的话就给喵喵给他们。有啦，180，180是能玩吗？哎，我1500。没啊，看错了。嗯？哎、欸，我看大凯变绿色了、欸，因为你变队长。那你啊？你有啊？不然你给丁一当队长，我看他多扯。啊，我不要当队长。你任命队长。对，大凯不见了，我得重新连接。我进来了，你还是给咪咪 lucky。对不起，哎，不是哎、欸，丁的网络太扯了吧？我们三红哎、欸，丁真的、啊、真的好恶心哦。让我们用1700 P 大凯电信就对了。叫你们手机网路。手机网路。等下。手机网路超物。我现在看丁义也是爆聘中哎、欸。OK 的，这一点，哎、欸，大凯是稳的啦。开始吧，开始吧，稳妥妥。这拼应该还能玩，应该是勉强能玩吧。稳妥妥啊！哎，我发现了，哎呀，我还是拿。哎，五点冥王还是这个炼狱有。我直接拔剑！哎，这个是我刚拿的那个吗？哎，对哦，普攻也要子弹。不对，不对，哎，这个好啊，这个很好玩哎。好，我就玩这个了，雷电伤害。是不是要老样子哈马奇开起来？你要雷电伤害？哈奇竟然还在啊！我哈马奇还有。我感觉好像得连一下，你们开一下，开一下，反正我都开着。开一下，开一下。我捡了那东西要过十秒才会，敌人死掉会爆炸。那你就换手机网络啊。
我要出4啦！ 被打是真的很痛。 超级痛，超级痛！哦，他会说，破，哇，这伤害不了哎。剑气，那你咋回事？他怎么可以？哎，剑气十分有料。哎，嗨，你在？好，你在场。 火焰会随机两个嗜血法剑，哇！我按 F 了，哎，对，中，咦，倒在了外面，我来救你了！哎，等一下，你先别动，你没有倒，你是没有活吧？我还活着，可以，海神呐！ 哇，这个一刀下去。 火焰狂龙，我想这个，我信用都倒了。哇，弹药魔王来了！双持需要200武器，根本没有第二把武器。双流水，这个好。武器无法双持。哦，蛋。哦。 啊！无敌啊！这引弹魔王厉害的，引弹魔王是可以把枪丢出去那个，是不是？没错，这枪是真的厉害，前期伤害是不得了。第一是要跳多久？没有，我跳好，我切网路。哦，你切网路，那你不就直接断线？我也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射频。 正常啦，我被赵信捅死了。这赵信是紫色的，等一下，不是哎、欸，你们已经看到怪，我还在读。没事，这很快也要消失啊。直接秒杀啊！直接秒杀。嗯，也是很有水准。 哦，炸弹狂魔！这把武器不行啊！哎，你们怎么不走那个？长老师，哎，有长老师吗？哎，你该不会这里给我吧？帮他们打的，先去帮他们打吧。 过来了，轰炸开始！哎，我被扎心打一下吗？大海丢管，大海丢管！我在丢了，我在丢了！你记好了吗？奇怪，这把枪不是有技能的吗？我要回去拿那个人。 聚光神剑，好，杀敌人之后两倍伤害。聚光神剑配这个，他们我直接开大出力一下，开大封石，开始处理。哦，这个可以累积这个火爆灵弹。哦，这个好，这个好，聚光神剑流。 每击败一个元素异常的敌人，恢复1%的生命值，再给10%子弹。有助编织，那我一直换枪了。那个超烂，你说金色的那个？对啊。非常的不好操作。那就交给硬弹魔王。经济上还没读取好是吗？
还是他又死了？他又死了？我死了？屁的，怎么看？哦，丁义，丁义还哇哇哇哇哇 ！What？ 哎啊，我驴力丁义，是我真的得换一下网络，太白痴。啊，你先换网络啊 ！Remake 啊，这次真的。不要啊不要！我这次好很强哎，我这把好强哎、欸啊。大凯你也换一下，大凯你也换手机吧，这样好像怪怪的。好，试试。嗯。今天的有线网络有问题。我要来试试了呀。你也倒了！哎呦哎呦啊！阿姨啊，本来叫阿姨的嘛。哦，看我输出，你看我输出，哦，你看丁义输出。冷静，我刚是因为真的动不了，真的动。哦，丁义，你这样输出不得了哎，4246哎，4200，只不过4700很高，我刚根本不知道。我要进一个门，我等了30秒还没撞见，那你们就打了那一局。大概换好进来吧。所以现在是换你开吗？啊，我开吧。可以换区域哦，它可以换连线区域，是不是？我记得之前连线都没什么问题了，哪里可以换？啊，50ping哎，你50ping哦，无敌的吧 ？OK 了吧？哎、欸，我正常。马，我大凯54ping哎，我是稳稳的吗？停，手机网路太稳啦。好了，对，全部绿屏。绿屏太感动了、啊，有救了！全部绿屏就是爽啦！别受雷电啊！哦，拔剑了！哦，要被刚刚被拔了哦！别再不跑了！嗯，到底是这样？哇，你不光用一下吗？这次一定能过了吧？都顺的哦。哎，这把枪打一下两滴是正常的。好，我子弹了。两滴。给个手套。没电。有一把很像那个，像那个什么，很像极光50的。哎，长宝士，长宝士。极光骨，我开过。极光骨是雷电属性版本。有这种枪吗？这把剑很痛。我知道了，这个游戏不能打近战，哎，拉远打。这个也太硬了吧？这什么情况啊？拉远一点。哎，这剑超级痛哎，你拿剑就剁动。要不要？那你剁啊，那你剁啊！啊你看我输出，你看我输出，我看你输出、啊。他是多高？他是多高？跟我们三个差不多。嗯，跟你要拿剑的是不是？我只能说拿剑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你那把剑难道是化学十一级？很烫。丁义，表演一下吧。刚好有开视讯嘞。哎呦！那是被盗，给我放。康帝。哦，回转狙神，这个也很难用哎、欸。生命上限加20啊！我回转坦克。
哦，这个狙到头，直接，哎，第一你打一下多少？嗯，他有时候可以到1000次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打钢的怪特别痒。你也当完。哦，我变钢铁人。钢铁人给一下吧。 你小钢铁，你钢铁人是哪个属性？火焰啊！来一下吧。阿爸，你那把剑借我一下吧。好，跳狙，落得正爽。给我，我会高阶武学。来，那你把手套给我。哎，对，两个给你啊！我忘记，我都把狙三套枪。 我把狙击给你，这也好痒哦！哎，我了！哎，我都被砍一下，我就差点死掉啊！哦，哎，大概是真的死掉。快跑啊！信爷救命啊！你还只是差点死掉啊！其实把枪刀刃。 下面有东西吗？弹刀，长宝石，长宝石。哦，聚光剑，只有一发子弹的时候，武器强化，每秒回5发。哇哦！啊！哦，是。我直接突破！那才最爱的。我直接突破。 我这么蹲，我则需要混。打元素异常的人性命力极高。光之盾，回光返照。哦，越有钱伤害越高。哎，那个超强，那个你有1000块，就3倍了。五龙哦。 我呀，对啦！我这什么伤害？到底是什么伤害？你直接喷光了！重击弹魔。 凉吧，交给我引弹王者又回来喽。你又开丢了，看来狗狗拿引弹王者，我就不能双持了。冲动，这魔王还行啊。我现在好像变成打僵尸的大凯，永远开得近。可以啊，那是超级难走路。藏宝室，开丢。 应该是马头人，哎，还有防来啦，这个超强，这个超硬哦，偷渡，没子弹啦，完啦，左右枪竟然是用同一个子弹，小枪喽，哎，我被暗杀了，哎，你这个位置，我感觉跟他们一队的，哎呦，哎，我说。 啊！我只用小枪啊！哇！我也是小枪代表啦！来一下，来一下，大凯，你旁边有伏兵，我先破他护盾。太硬了吧！他一直开旋风掌，不能揍他，哎，不过，你剑气啊，你剑气啊！
钢铁人手套教育。我盯他，我盯他。这游戏的网比丁义牛有料多了。这个要怎么打死他？啊！我一下300级爆头。我打一下有4000呐、啊。哎、欸，我打一下有6000的。我这个超级枪，打眼都没子弹了。大海他要转喽！哎，这小只的交给我。我处理大只的，我一枪有4800，5000。我就吃他的头，看他护盾到底什么时候过。对，在等他护盾。画一下，画一下，画有真伤啊！怎么可以这么一尾小怪兽打？他没盾啊，他没盾啊！哎呀，我没血啦，他没盾。我没血了，不行！啊，有伤害！拉一下，拉一下，我快死啦！别别来啦！我好像我死一刀，我来再拉一下丁义。哦，我的伤害有子弹了，我给他 all in 啦！我拼了，我拼了，我要死了！哎、欸，要先去救，你要先救哎、欸，丁义。哟呀，我的茶几叔叔啊哦！来，有什么好枪？有没有钢盔吧？买我，先买我啊！可不可以啊？暖牌，你可以。哎、欸，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大河马，帮我捡一下。哎、欸，那个手套帮我留一下。哎、欸，你留下那个手套？对啊。钢铁人手套我要、啊，忍者无敌。你现在是钢铁，这面变一滴哦，哇，好烂哦，变一滴，然后包护甲2倍，是不是？对啊，不是我，不是不好意思，这个无光之盾，步步惊雷酷，哎，修了，我走哪里啊？哦，大海要为所欲为哦！哎，哇，不光之盾也太强了！帮你们吃包子。哦，那你知道钢铁人吗？哦，你还在？你先买我啊！哎，可以买了，可以买了。这种强化的可以买吗？对，我清醒。找那个青蛙伤啊！花伤，我在第几区啦？哦哦哦！哎，不要啊！要换道，引弹魔王。大概感觉你双持换道比较强。大补，包子人补，这双持起来了。网球。哦，我也好想拿圣杯哦，哭啊！我已经少三个能力嘞。没事啊。VRZ 呢？希望可以回来买。先把我复活吧，先找地方把我复活吧。啊！哎，那个狙击手怎么痛啊？这游戏的怪也是一下一个、欸，这个就是强化钉刺者。钉那把剑好、欸，青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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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后面，哪里？哪里？下一区，下一区，另外那一区，另外那一区，我看到了。哇，你看到了吗？你是在骗的、啊。看到了吧？全场就只有你看到啊！哦，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很怪哦，很怪哦。应该在前面一点。哎、欸，不行哎、欸，这个游戏的狙击手是真的很强。你要找掩体啊，他是自瞄的、啊。
这把枪是射得到的。爆头！哎呦，为什么大凯你打一次要打那么久？我那是超痒啊！ 我也感觉，我好像没怎么伤害。哎，别再狙了，马头人不要！我去切后排啊！对啊，你还有这个定身的，哎哎，你那个我被后排切了，我被后排切了。 我想个办法啦，定身救！我猜大喽！掉了！哎，你去切后排吧，那几次都是一下，都是一下就死了。啊，凯被后排切了，我被切了！啊，我定身，我很深呐、啊，我在里面呐、啊，救命啊！<笑>我一定，对，哎呦！ 哇！你切这个后排，那要切多久？还不先救哎、欸？是啊，我不先杀很久了，没钱了。他们活着难救。没事啊，等等买一下。哎，砍他一下就没了。我很有钱，我很有钱。我应该是没有很有钱。这是什么？寒霜有新的武器，前面一定有，出来一定有。哎，看到了，快点！ 真的吗？在哪里？在你、啊、米亚给那里啊。哦，完啦！精力一打多了。考虑先打一下我吧。一打全部。哦，偷买偷买。天啊！我站起来啦！我买死了。希望你们不会忘记。救他救他！哎，我站起来了，好像用处并不大。 我没子弹了，快救！大凯又没了，救我救我救我，我很有料啊！你还啊？救我！救我！哎，爹，你不先救他？很乱啊，画面很乱啊，我没有办法。要再买一次大凯。你要玩吧？主要他买大凯，剑没弹啊，哇！ 我个宝器呀！你有个宝器喽，大概。哎呀！啊！怪物！哦，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哎，我也没打。哎，你砍下这有盾牌的马头怪哦！哦，我还没捡到黄色子弹呢、啊。我好像有喽。哎，没事。 我穿墙，哎，赖一下，赖一下，赖一下！你也安全吧？你这也安全，这也安全。哎，米拉可以复活喽！哦，复活！我等等买大凯。好，可以了，我感觉可以买。对。哎，我爬一下，找个。哎，我来救你，我来救你。定身。我要去过后排。 你去把后面的有盾牌的这个，那人打死了，那太痛了。头脑一下，头脑。啊！哎，那个真的是治秒的，哭啊！长起来了啊！哎，没子弹了，哎！我外地子弹了。两方解模式。我起床了。大凯已卖完。去处理第一。 没问题，对，又没子弹，地上不是全都是子弹吗？有没有看到？哎呦！哎，我现在教训这只治愈力量怪，他以为他可以用走位秀我。处理，你怎么被火给喷没了？我倒了，救命啊！我毒条很快哦。 哦，毒条越来越快哦！哎，上次在后面啦、啊，他穷追不舍哎、欸，他一直敢偷袭。哎呀，哎，还是刚刚那一把比较好玩。
很硬，很硬，这怪真的很硬。怪怪的呢，怪怪的呢。哇，钢铁人的手套好像起不了什么威胁吗？哎呀，我被压墙角了，救命啊！你还想去哪里？哎，可以，可以，终于赢了，终于！哎，谁买的？谁买得起啊？我没有钱啊！哎，买一下吧，买一下吧，买我！我三个人都买过了，天哪！再买一次吧，我等下给你钱啊！来了，我买了，不能再买了，不能再买了。哦，一个人只能买一次，是不是？哇！我真，大凯这把超炫嘞！完了，你弹魔坏了。我记得前面有藏宝室，不知道会不会回去藏宝室吧？你弹魔王为什么不要了？没子弹了呀！你知道钢铁？钢铁，我可以开始丢藏宝嘞！引弹魔王哦！哇，回一趴血量啊！丢在地上，丢在地。万影弹魔王好了，哎、欸，你该不会要留着这个，然后又不捡？波塞顿，拿个手套丢出来啊！那个丢在哪？我丢在那个宝箱吗？等再过来拿了，现在暂时用不到。你们刚刚有人拿到这个寒霜吗？哦，我原本就是想捡。哇，这个很酷啊！那你那把给我啊，我要双持。来，我双持。你好土匪！你要的东西，我还不是有帮你拿。我要拿把比较强。这个没有来过。花钱，花钱。啊？我已经没钱了。我买了大凯跟白丝啊，很贵。我看一下我有多少钱。没有这个啊。哦啊！哇，哎、欸，丁宇直接把石头给撞了，你这么狠！没有，我们撞到你。我这到底是什么姿势啊？野头功！哈哈哈！背水一战，是之后给一道雷。野头功，特效极其混乱。啊！我要站着不动了。哇！救命啊！救命啊！我就剩一点啦、啊！你给我爬过来啊！你快爬、啊！我来了、啊！人不见了。哦。观战中。哦，那边有料是不是？不要放弃，你的队友可以复活你。我买你吧，我买你。有料有料。我刚刚买你了，你该买一下吧。哎、欸，我现在死亡速度超快哦！我倒下去是咻咻就没了。我印象中应该现在应该没有人是不应该不是咻咻就没了吧？大凯好像还行。啊、这要怎么过啊？哎呦，你怎么卖那么贵啊？啊！我们都倒超多次的。哇、哦！我看一下，哎、欸，我还是死最少的、欸。哦，你们这样可以拉我出去，我不走了，我要在这里等。哦，你石头区走不出去、啊，会不会有偷藏宝箱？我下面那个走不回去了，你被撞的头破血流了。可恶，我没有拿到那个哎。哦，我又少一个，哦，已经少三个了。希望这个东西够痛。我用这个手看看啊！铁人，打 boss 了，打 boss 了，没事啊，缺两个。我用这个手看看吧，缺两个我也不要了。我们这样打 boss 好像不太必要的。240攻击力，我 ready。哇！最多可以叠几个？正三补不知道。我也 ready 了。
来吧，过过吧，过过过过过。你他妈短短转的是那个新武器哦？应该是新武器吧？攻击距离好像有极限，没打那么远。哎呦！哭啊！我两个都是黄色子弹，戳死他！这样，哭、哦！谁打那么痛啊？我应该不是吗？哎、欸，我没黄色子弹。镭射手套难道是有料的吗？镭射手套还不杀？说回来可以打多少血、啊？哇！恶魔庆忌啊！他追过来了！啊！老婆！完了，你咻咻咻了！啊！我没了。不要啊！啊！丁义武，你快闪！有点快，飞得有点快。哎，对，刚刚丁义有这个定身不帮我。哎，我没、哎，你不没打到了吗？好像极限闪掉了。哦，丢定身，丢定身。哇！哇，这武器要贴很近才能打。戴凯，你这把是什么大片啊？你干嘛用这个？不错啊，一发还有5000呢。那个不是要开镜吗？嗯。欸、他才掉一点点血而已。你一发5000，他134万的，那就要超多发喽。哦，这个是没有伤害哦。什么谁？然后有人打很痛哎。那是大凯的，大凯的散弹枪。大凯这把好啊。他只剩92万了。啊，回护盾啊，作弊是不是啊？快溜！你是多少钱？7万的护盾哎。哦，那为什么大海都不会扣血？不是那个有个我有个护盾技能。哦，看哦，你是可以直接免啊，他可以免伤三次啦。哭啊！是啦，救命啊！我想个办法，彪啊！你没有拿到那张卡、哦。哎呀！我突然在你眼前消失了。第一这把是什么蛙哥啊？是散弹枪啊！第一这个很痒哎、欸，正三伏新的、欸。所以其实丁义是每一下都被打中了，只是他有那个护盾。真假？对啊，你可以抗三下，30秒冷却一次吧。嗯，30秒拿三层。哇！他只剩80万了，你在？我被图卡住了，哎、欸，掉，哎、欸，对，我死了。哎、欸，对，我们没了。哎、欸，我被卡住，倒了。懂了，哎，懂的，我换脚了，被卡住。嗯，猫还是挺不错的吧。我要拿面脚了，兔子人。你怎么两把弹双只有打5C1啊？波比来了，不是，我有一半时间躺在地上，我都打这么多了。哎、欸，那个波比人是什么？看一下，波比人不是上车就有了吗？因为我忘记波比人是玩什么了，好像是玩技能的吧？一件，我要换那个狙击手了。那、啊、你们都要玩猫啊？我要玩这个 lion。我想玩猫啊，我觉得猫 lion 好像是单体大伤害啊。过带狙击的，他是多把，感觉刚那个还蛮帅的，刚那把盾山，哦，好想我一开始那一把哦，哦，好想再双持两根毛哦，不过刚刚两根毛也是要一手一手的丢啊，其实没有很快。
哪一把来了？哎，有了、欸！没有哎、欸，又是催妖，有哎、欸，我有把剑者，雷霆手套。哎、欸，这一把很好玩哎、欸！我也忘记我这个可以干嘛，是可以把剑丢出去。 是哪一把？拔剑，这是护盾脑后。苍鹰，大概有史莱普，你要不要？苍鹰，怎么一下一个、啊？哦，苍鹰，来，苍鹰。为什么丁一这把有料？我刚那把原本也是。 我们大家小心一点，千万不要倒地哦！我还没武器，弹药。啊！这是我的雷电吧？啊！那你那个能力是什么？会发电呢？啊！每发出一把飞剑，就提高2点护盾上限。飞剑是怎么变多的？ 每消耗15发子弹，获得剑心，最多6成。哦，明白。手雷，那 buff， 伤害哦！这藏宝石吗？还没啊？你进去了？走啊走啊走啊！别打！哎，好多！对我还等12秒，哭啊！为啥？挂机了！我刚进去后出来，还要等。被火烫到，不会痛啊！ 哇哇哇！我这个竟然可以穿过他的盾牌耶！哎、欸，你别死太多，你真的很快就要救不了了。白露，一次而已。他被烫烂。雷电伤害增加25发枪。荆棘剑。不用这样去。挑战。 敌人会变成独角仙呢、欸！哇，会掉子弹！逆水行舟啊！逆水行舟都是加子弹的、啊。如果你不射到人，他就一直扣啊。射到人无限子弹的那个。嗯，那个好。哦 阴阳魔镜，哦，你们还有技能可以？我那块扣光了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掉在那里，我慌无比了，这把。黄符，黄符。丢丢丢丢丢。 完啦！不对，明白、欸！哭啊！我还看他把寒霜哭啊！我们哎哎、欸欸，你要拉！你要拉！哦，快跑！救命啊！救命啊！待救喽！哎、欸，不是上当了，我们上当了。有地雷要去 bait 我吗？他刚丢一个武器在地上 bait 我们呢、欸，超扯哎、欸！搞这种心态哦。
这个不行哎。是人啊，这个没有办法。加五格啊！这寒霜的伤害好像还。好。砰砰砰砰砰！哎，要塔王了，码头，这个有个码头脸。来啊！直接进来，没在演。等一下，我挥法的位置。这个连锁闪电太大。你连锁闪电是可以一枪然后清掉一群的，对吧？你不打一千吗？哎呀，很恐怖，不太敢渡他。上去做，去做小怪。我对我被渡。哎，第二定义没了。我可以不是哎，我应救了啊，你赶快跑啊，自由定身定身定身，把他定死把他定死，闪他，没了，没闪没子弹嘞，其他看起来蛮笨的，他看起来智商应该是不高的，哦哭啊，我救你了，大凯都没啦、啊！我被狙杀啦！为什么？哦，看起来不像在看。打不过他的盾牌呀、啊！你射他的头哎、欸！因为他会举盾啊。终于死啦！哎呦，吹腰哎、欸！哦，苍蝇二代哎、欸！有没有看到钢铁手套或那个彩虹的？雷霆手套哎、欸！击败敌人之后，两秒内不消耗子弹。忍者无敌，加伤害的啊！子弹已归零。步步惊雷，一旦敌人或摧毁，惊雷看起来真的超雷。步步惊雷就是给那种近战的用的、啊。对标记的敌人造成12次伤害，额外触发一次飞花。哦，这样，所以我要打断速。哎、欸，有虫虫啊，有很多虫虫啊！呀、嗯！哦，酷啊！原来这个寒霜可以这样啊，可以射出去又抽回来哦、啊。啊，对啊，按右键可以把它收回来。吼、哦！哦，这怎么这么厉害？哦，为什么没有巨光神剑？剑元通脉，强化伤害。你要玩巨光神剑了，你要玩大伤害巨光神剑了。对，这个新枪看起来很好玩。砰砰砰砰砰砰！来吧，它叫什么？圣三柱。哎，这个真的是啊，可是你打那么多段就没有巨光神剑了。圣三柱只有三千，他每下都蛮痛的，可是他巨光神就是第一下有三倍嘛。我有，哎、欸，这收回来好像很猛。哎呦！为什么我还在消耗子弹、啊？我不是应该无限子弹吗？可是那个老板真的很像坏人，我是射错。我狙击啊！我那个狙击看的画面很小、啊，他在那边笑，就想射他，射错。获得一把，哎，获得一把有专属的、欸，怎么样？赌一手吧。一个雷击，一个
专属，绝地反抢一下哈！打魔鬼契约，血变少，钱变多。哎，有炼狱古龙哎！完了，我拿一把乐色。队友比较强吗？哎，我不是我，不是炼狱古龙配你那个，如果你聚光神剑还是蛮痛的。哭啊！我拿一个哦，吸弹机神吸哦，炼狱龙，嗯，那去哪地方看了？完了，这什么大变枪？哭啊！天哪，彩虹太神啦！这个专属名客，这个在骗人的哦！你贴一下看看，超废，打一下超痒。我这把超强，我这把超强，我已经无敌了。这个打一下才100。哎，有影弹魔王哎、欸，你要聚光神剑，影弹魔王还不错、啊。我还没有聚光神剑啊。我无敌是无敌，但我没子弹的。好，有枪。哎呀，两秒内射击不消耗弹药，哎呀，对啊，为什么？难道敌人都不是我杀的？为什么都没触发、啊？哎、欸，旁边有藏宝室哦。藏宝室喽。就是这马头怪。剑元朝华。有了有了有了，触发了触发了，是你啊，长毛兵！啊，爆炸兵来喽！谁可以清小怪？我打不了小怪，我打不了小怪，我只能打完。我绕回去救，我绕回去救。哎，第一你救好了，救比较快。哇、oh, 很痛很痛很痛。哦。哎，什么东西？我、哦、靠，怎么有虫虫啊？我被秒杀啦！哎，有虫哦，有虫哦，小心哦。大概得靠你救了，这边有炸弹，这边有炸弹。哇，虫虫！很多虫虫啊，很多虫虫啊！快跑！很多虫虫啊！哇！大概你爬一下，你爬一下。我在努力。哇，是神哎！太神了吧！他转起来了，定他一下吧。是的，是的，看喽。啊！大爷，你旁你那边会一直出怪啊！救我，狮子王！王怕没戏呢。我没子弹呐、啊，为什么那个子弹我都不能捡呐、啊？是啊，我来处理 boss， 我来处理 boss。我就拿小枪打吧。boss 快死了。哦，有，好像很痛哦。来吧，我这伤害，死掉吧。救我！Nice！ 来大爷，高级苍蝇。激光，这把可是双传说苍蝇。哦，你的苍蝇那么屌啊？我可能双传说、啊，打腐化，打电击强化，射击精英强化啊、哦！这把是你们有人有那个什么杀了一个人之后，然后就不用子弹的那个吗？就不用耗子弹那个？我有啊。哎呀，你要干嘛？你要跟我换啊？不然我可以换吗？你这什么大便？
你后面再说，你后面再说。我这个厉害的，我这个厉害的、欸，我也很需要这个、啊，我也很缺子弹了、啊。是拿炼狱古龙，穿云神剑，积水成渊呢、欸，钱越多伤害越高，要按共享是不是？每次暴击获得两点能量，释放次要技能时消耗所有能量，每消耗一点增加一趴最多，看起来应该是还行、啊。举起，哎、欸，有金箱哎、欸，有金箱哎、欸，要不要取消？哪里？取消一下，取消一下吧。哎、欸，是谁按的？取消一下。取消一下。是上面的。哦，这。是吗？哦，哎、欸，那边可以上啊。没错。他、啊、还上不去。193块探索秘诀。为什么我被大海挤下来？在探索秘。主要技能可以多用一次哦，探寻、欸。对他继续给自己垃圾，快破产了，要出66块钱、欸。我一直抽，附甲翻倍，我直接附甲翻倍。哎、欸，再抽。受到伤害后，只是伤害不二。时光如水，狂战之猛。刚刚没败哦，但我想要补攻的。每继续抽，抽到破产。哎，惺惺相惜，我就先拿下来了。惺惺相惜，你们一定拿得到吧？哪一个？这个、啊？惺惺喜。好，滑板玩家。嗯，你这个自己好像也可以触发、欸，你一个人就有了。为什么他没回满？哎、欸，等一下，我怎么没拿？哭啊！哎、欸，完了，这时间拖太久了，我没子弹了，我子弹被扣光了。转拿了，来，换一些。好白是要拿啥？好吗？啊！我的子弹没了。没事，大凯，地上很多啊。我也要黄色的呢。是的，按传送。哎，我又浪费一发了，哭啊！啊！还有的浪费就不缺嘛。